因为他做的比我认真，因为他做的比我百分之一百，因为他做的比我全力，这是我时常跟我自己讲。所以在过去十多年里面，每一次当我遇到任何的挫折也好，任何的攻击，任何的打击，我都会非常非常感恩老天，非常非常感恩。因为每个问题来，每个挑战来，其实就是要帮助我继续找答案，其实他是要给我一个答案。那么永远都相信每个挫折每个答案都是要来教我一些，你们必须要得到一些力量，你们必须要听到一些东西。我也觉得完全感受到因为所做的东西是对的，是很好，而这个东西它必须要一直不断的持续下去，而我非常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机会。今天才知道，原来我写的歌这么好听。原来是自己唱的很难听。好了，刚才当我被升降上来的那一刻，我突然间想到我需要讲些什么东西。我突然间知道，到底我们开 Reway 的目的是什么？到底你们来 Reway 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来赢的，我们要来这里的目的是要胜利，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是要成为我们自己本身的人生战场上的胜利者，这就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刚才 Claudia 在开始的时候就有讲到，他说我每一场这种大型的会议里面，我都会讲说，哦，我们正要开始，哦，我们还没开始，哦，我们准备开始这种规划，哦，那么今天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会议，不过今天我不准备讲这句话，今天我不准备说，哎 ，Reway 正要开始。今天我要告诉大家 ，Reway 已经赢了。我认为我们已经赢了。自从第一天，我拿 Buddy 出来放在 Reway 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已经赢了。自从第一天这个团的胎盘素吃进一个人的肚子里面，而他的病情有所改善，有所好转，成为一个更健康的人，那第一个人我们已经赢了，更何况来到今天电脑系统我一开出来看，我们 Reway 有超过100万个会员，从这边我们就知道肯定是超过100万个人吃我们的产品。因为今天一个人买，比如说他买了一套，通常第一套都不会一个人吃完的，有时候他的老公晚上的时候出来偷吃一点，所以就变成两个人吃。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有100万个会员，就是有100张单进来 Reway 了，100万张单，对，就是说肯定超过100万人吃，意思也就是说有超过几十万人
从这个产品受益，我觉得我们已经赢了。而他受益的不只是他自己本身，他身边的家人，他的身体更加的舒服，更加的健康，那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快乐的事情。差不多这七年半来，差不多每一天都有人来跟我说，破掉胎盘术怎么样救到一个人，怎么样帮到那个人。每天都有形形色色不同种类的见证，吃了产品过后的反应来告诉我，每天都在听，我听了七年半。而最后一个是刚才动力火车讲的，刚才他自己本身讲的都觉得有点夸张，不相信我，我每天听的比这个夸张一万倍以上。你可以想象那种快乐。而对我来讲，我第一个见证，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们赢了。除了产品以外，今天我们 VV 选择用直销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赢了。今天不要说我们的制度多好赚，不要说我们的VV 帮助多少人赚取更多的财富，不要说我们已经制造接近100，超过今年，单单今年超过100个赚年收入超过100万，不要讲这个，讲钱太肤浅。单单今年，就是过去的这个2015年，我至少收到几十张乔迁之喜的那个邀请卡。刚刚到这里，这个会场又收到一张。当我问他会不会搭迁你的家，他说不会输人啊。当你站在我的角度，当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那种快乐。而当我去到他们的家，当我去到我们 VV 会员的领导人的家的时候，新家，看到一个游泳池没人游的，他家里没人游泳，不过有游泳池，他连字都不会写，不过有书房，他从来不看戏，不过有戏院，这样的屋子，我去了好多好多家，关键也不是那间屋子有多了不起。关键是当我每一次去到这些领导人的家的时候，他身边的那个家人，他的老婆，他的孩子，他的孙子，他的爸爸，他的妈妈，他的爷爷奶奶，看到这个人的时候，认为他是他家族中的骄傲。当我看到他的家人看他的眼神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那种快乐，那种心情。我觉得每一次我都觉得我们赢了。而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办我们的大会，我们已经赢了。其实有人跟我讲说，其实 VV有办过很多场会议，比这场还大了，比这场还多人的我们都办过，甚至比这一场多一倍的人的我们都办过。不过这一场对我的意义非常的深重，前面已经有很多人帮我说了，昨天是七年前听过，当我们开始VV的时候，其实十多年前我有跟他讲过，他不记得。当我们两个人还必须要公司一盘云吞面的时候，当我们达到某一些小目标，想要去庆祝，只有钱足够买10只沙爹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
当我跟 Simon 在咖啡店，他连买咖啡钱都要省，喝白开水的时候，我已经跟他讲，而今天我真的要趁这样的一个机会，在这样的一个舞台，我要感恩一些人，一些在七年前，当我们在咖啡店一盒一盒卖，一套一套卖，还没有办公室的时候，就那些就相信我们瑞贝的人，三个梦，然后他在大三角的南镇，我们的老大陆金镇接力 Mr. Lu 宝业姐。感动肯定，还有漂亮，我们做到了。好，非常抱歉，这是一个非常不专业的一个行为。好，哎，很爽。最主要的，我认为我们真正胜利的地方，并不是我们的业绩有多高，还是我们能够帮助多少人赚钱。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也就是我感觉到最骄傲的，就是我们拥有一个Reway这样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市场上冲的那些领导人，我们在幕后，就在这个幕后，就在旁边，随时准备，任何问题发生都会冲过去解决的。财权幕后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想要去保护 Reway 的那个心，这才是最难能可贵。刚才四天有讲。Reway 的目标是要成为世界十大、世界第一，你们相信吗？在那边讲，问他在那边问，在那边讲，他说他相信。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Reway 老早就世界第一了，就因为有你们这个团队，就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个团队，这样和谐的团队，这样团结的团队，好像。好兄弟这样的团队，好姐妹这样的团队，我真的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这样的好事竟然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我感恩老天，我感恩你们，我感恩你们让我们成为我们。这是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这是我一直感觉到最骄傲的事情，就因为我们这群人。我们2015年马上交过了，马上。那我这边要恭喜，在2015年为自己达到非常大的目标，做到非常好的表现的一群人。尤其是刚才能够站在台上的所有的被表扬的领导人，在这里我借用大家的掌声，来再一次的恭喜他们。尤其是我们前一排穿白色衣服这么帅、这么漂亮的被马领导人，好吧？刚才朱也有讲到，他讲的非常非常的正确。他说胜利是一种习惯，它并不是一个终点。我时常跟我自己本身讲，终点就是下一个起点，不如
论结果是怎样，我们都必须要学会放下。不管我们今天赢了什么，我们达到怎么样伟大的目标，我们都必须要学会放下，然后跟自己本身讲，现在我所拥有的东西其实就在准备我来到这一刻去开始达到更伟大的目标。结果刚才我讲说我不要讲开始，现在又讲开始，的的确确，因为这就是我们，这就是 VV 一直有的态度，每一个时刻都是一个开始点。因为在开始点的时候它的爆发力是最强，而最关键的是胜利是一种习惯，我们必须要培养这种良好的习惯，一直不停地胜利下去。这是今年2015年的最后一季的表扬大会，也是最后一个。从明年 VV 的活动来看，你就知道 VV 真的要开始了。这三个月里面，我们总共有8场非常重要的会议，6场领袖培训会，1场最高峰会议在哈尔滨，那么1场就是今天，也是最后一场。接下来的3个月就是2016年的第一季，不是8场，总共有19场，好像这样重要的会议。单单这样的表扬大会就有7场，领袖培训会在7个不同地方，总共37个讲师，最高峰会议在5个不同地方。真的，我相信我跑完过后，我连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因为我们正要开始，是不是？就因为我们认为我们要开始，我们才会有这样的动力。因为我知道2015年头的时候，因为并没有这么大的爆发力，我们都能够做到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成绩。2016年，不用等下一季，我1个月前就觉得我已经开始了，已经开始2011年的冲刺了，不是等到多几天哦，新年过后才开始。我早就1个月前我就要冲了，那么我知道，2016年不单单只是在我们的主要市场，在很多新的市场，包括菲律宾、台湾、印尼这些地方，包括我们的主要的市场新加坡、马来西亚，都将会有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对各位，从今天在这个这么伟大、这么了不起的一个地方，这么 hot、 这么 high 的一个地方，火车都撞进来的一个地方，我们必须要拿到一股能量。在2016年，跟自己本身讲，就是我的年。2016年，我就是站在上面成为第一名的那个人。给自己认真这样的一个机会。时间也不早，我希望听个动力火车。这样的找到我很爽。我们要记得，我们做过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接下来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去收集好动力火车的版本，谁谁谁的版本，那个谁的版本。所以希望每天都在唱早报，希望
你们真的，你们已经找到 Rewell， 明年跟自己会成长，要去做到，不然找到也没有用。所以能不能够做到？能不能够做到？对了，好，所以在这里的话呢，我要再一次的，好，我要邀请所有的飞马领队，好，上来来，好吗？来终结结束今天的表扬大会，非常感恩大家的出席，尤其可以留到这一刻。新年快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